混到这个地位哦，很不喜欢人家觉得我们笨。我第一次希望人家分配我去上厕所。你现在忙吗？在忙啊。你看，你个小没有了。高桥圣子，山上优雅。这里就是游戏间。对。所以，我要介绍。没有，我要怎么来？你当做这里是我家，我自己就会知道要干嘛。就是你。他英文很好，你可以考他。女儿。爷，这是什么口音啊？蛇跟爷，你是选择的是什么？马儿马来学马叫，而规定的。你，你们都在等，不，大家都不要跳好了。换位了，换位了，换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呀？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呀。来了，我选啊，我选。哎，谁按到关机啊？谁？是谁？有人在扮歹调哦。听说今天这个代班是墨金，是的，现在换是他我的小助理，会帮我接 case， 也会帮你接 case。阿健郎，请阿那洗。素还真吗？还真。你在干嘛？你喝什么？你明明就知道我来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刚刚笑那么大声，你还会不知道我来了？我以为要假装不知道。那你干嘛穿成这样啊？我在 cosplay， 我在工作。cosplay， 你为什么要去 Costco 玩？不是 cosplay， 角色扮演，可以角色扮演。那么多角色可以扮演，为什么你要扮演成素还真？这哪是素还真，这是白米饭。白米饭，它就是我的饭粒哦。White rice。啊，你平常有在干这个勾当？什么勾当？我有在当直播主。对，哇，哎，令人肃然起敬啊！以前我以为他只是，为你要肃然，肃然起敬啊！真的啦，我们家楼下那个阿姨啦，肃然叫我来的啦，这不是重点啦，你找我们来这里要干嘛？今天要请玉林哥还有玉潭代班游戏实况主。我对这个好没兴趣哦。也是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那不是啦，我们就走了吧。不行，游戏实况主要干嘛？要玩游戏，很 boring 呢。我平常一直在疑惑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为什么要看人家玩游戏的？这点我是不能理解。实况主除了玩游戏之外，也要跟粉丝互动。没有啦，实况主除了玩游戏之外，就吃笑翔那个抖内金啊，你有不知道？不要讲那么白啦。对，不知道到底看人家玩游戏有什么乐趣？假如说是支持这个实况主，那平常也会跟他们聊天，然后建立关系。要聊天不会去咖啡厅聊天吗？可是就是看游戏的话，也可以培养一下感情。我懂了，咖啡厅聊天如果还要给人家拿钱的话，那比较怪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玩游戏，起码我也有付出了嘛。对啊。对对对对，不要怪我问题很多，因为我是试着要解开一些长辈的疑惑啦。年轻人也许很懂这个文化，但很多长辈是真的不太能理解，说实况主做这份工作啊，为什么就这么多人在支持，这么多人愿意看？你们现在这些新式的游戏，我勉强只有玩过那个打棒球，除这之外，我其他就没有接触了，可以吗？等一下进去就会有专人为你们介绍了。不用进去就已经有专人，专小姐，我是。我姓李，我姓李。哦，李姓。对对对，我是爱看娱乐的媒体公关。哦，媒体公关。And what's your English name? Dancy。Dancy。比较帅一点。所以你在我们爱看游戏担任公关的工作。对对对对。公关的工作等于就包山包海，很多事情都要懂一点。对对。他当然都不精。玉林哥，你知道今天工作分配是我分配的吧？哦、真的吗？对啊。拜托你，因为我这一生代班哦，我第一次希望人家分配我去扫厕所，我宁可去扫厕所，因为上次扫过了。对，因为玩游戏真的不是我专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混到这个地位哦，很不喜欢人家觉得我们笨。这个好像不是我配方的。啊，我只要一打游戏哦，就会露出破定。破绽啦！我栽啦！你开玩笑，你我怎么说怎么谁手那么长？哎，你们这群人一丘之貂。阿宝一想，一丘之什么？蛤蟆。蛤？你也不会？蛤蜊的蛤哦。一丘之貉啦！游戏不是我专长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会露出一些很蠢的事情，大家多原谅一下。好，那再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哦，这规模很大，进来怎么有点压力？每个人都忙于现在自己手上的工作啊，不跟狗开玩笑，不苟言笑。Hello， 你要吓到人，不能讲太大声。你现在忙什么？在忙的，你快。没有了。这边很多人名啊，高桥圣子，山上优雅。哎，你会不会敬佩我，连那些名字都倒背如流？我每天照三餐在看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阿美阿姐会生气。你知道那个高桥圣子吗？
他跟那个三藏优雅合拍一支片，哦，那个现在是流量最高的。歪掉，我是看人聊的啦，因为我看他的面相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比较适合这个话题。这是一个部门啊，这是我们的设计部门。嗯，这怪不得，就是每个人哦、喔、都露出一种比较艺术家的气息，只有他没有。这一排是设计部门，好啊，这一排呢，三哥也不是设计部门的哦、喔，他不是，我是直播的。哦，直播，啊，你喜欢墨镜吗？喜欢他哪一点？胸部很大。胸大三围，胸大三围，我喜欢。对呀、啊，跟他赞美几句，很有气质，很有气质。然后呢，身材很好，身材很好，就这样。对对。哎，玉涵的优点是什么？身材很好。有说假人好？你真的是肉食男哎、欸！肉食男、啊、就是这样子。哦，美女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演员。哦，演员。那、啊、你在研究这个要干嘛？在剪配音的东西。啊、哦，这是辛苦的剪辑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制作人要请你站起来一下，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来。对啊，来 action。为什么要这样上卫生间？为什么要这样子、欸？墨镜今天穿一身，墨镜墨镜墨镜，展示一下，墨镜走秀来。你怎么三八的？这个就是要可爱啊！啊，是说我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叫人家走秀？对啊，都是你一讲。这边是我们的那个行销部门啊，快点过哟。我的三叉戟在这里，我是 Aquaman， Aquaman， 我的三叉戟终于找到了。原来上次在花莲找的那只是错的，有网友跟我指证，因为我那是五叉戟。OMG， 它果然就是失传已久的三叉戟。原来真正的三叉戟是这个啦，但是我为什么拿起来有点像二师兄？等一下录完再回来拿。你要带走，不能带走啦，那就算是你的，不能小心带。渐渐的已经接近他们的机关重地了。机关重地。原来你们爱肯就是从这边来的。We can live on air， 这里面有空气。好，进来喽。你干嘛啦？不能不有。没事，我刚刚一关想说要演什么戏，后来发现我演干嘛？摄影机都在里面。这里就是游戏间。对，直播间。直播间。所以。欸、我要介绍啊！没有，我要怎么开？你当作这里是我家，我自己就会知道要干嘛。所以你一直走在前面。对啊，我一直走在前面，啊，你自己也要抢在前面。对，因为我巨星当惯了。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说要介绍，对不对？他是谁？他是负责我们那个直播节目的控台。这个就等于就是我们节目的导播的意思，类似的概念，叫 PD Program Director。有找到一个英文比你好的，因为讲到游戏公司一般不是会精通外语嘛，勉强一点点。他为什么 Dancy 好像不太会讲英文的样子？没有，人家他英文很好，你可以考他。Sure。Yeah。Yeah。Yeah。这是什么考题啊？Sure跟 Yeah。就这样英文好。我整天这样考他的，因为我如果再继续讲下去，我会露出破地。破绽，破绽，那大家都是一丘之貉。他刚刚讲一丘之隔了。我刚有听到。那我们要怎么进行？该不会真的要玩游戏给大家看？真的要玩？对，其实就是我们都会录现在时下最新最热门的游戏。那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玩 Switch 新出的东西，这样玉林哥跟墨镜跟玉涵就要一起来比赛这样子。那三缺一比较不 OK， 这样子再加魔鬼制作人好不好？我不会玩啊，我也不会玩啊，总是要人一起嘛，对啊，这样子啦，如果你们输我的呢？对，今天就不要拿通告费啊，因为没有，真不要，因为我才可以拿。那你们又没多少钱，我还得了？我如果输他，这样一下子300,000就不见了呢。对啊，还讲出来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啦？好吧，那就来吧，先。先进摄影棚，你赶快进去，你是走不进去。进来，快报。对呀。那我们今天要玩三款游戏，整个游戏玩下来第一名的我们会给10分。游戏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会有一些网友干爹会抖内大家。对，那我们的方式呢分为1分的抖内，大家收到抖内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些动作回馈给实况组。对，如果是收到3分的话，你们动作必须要进阶。无论你们是正在进行游戏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你们收到抖内的指令，马上就要对着各自的镜头做出你们回馈的动作。我们刚刚不是游戏已经有计分了吗？每次的排名都有10到7分的分数。对，导演为什么？你会专业一点。导演。最后，我们抖内的积分也会做一个排名。抖内最高分的，我们这场游戏额外加4分。所以你的抖内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游戏大 PK 要开始了。现在我们刚刚已经选到角色。是。你这是什么？吴伯。我是。哎。我是。被吴伯吓掉了。我是公主。
完整啊。不是啦，我有戴马里奥的帽子，马里奥。啊，我这个叫做什么？录一集。录一集。那、啊、你的快咬了。对，里面那个恐龙。好了。等下如果搞不清楚说谁是谁的时候呢，就注意看我们这个啊对照游戏，然后就会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容易掉算了啦，因为已经失去粘性了。失去粘性。对呀、啊。再说一次哦，输、给我的通道费就不能。我不要、欸。这个要激发你的斗志、欸、哎。谁要开始啦？到底会不会啦？碧涵，你拜托一下。我太激动了。对呀、啊。太激动。这是第一关、哦，第一关里面就有五小关哦。对。来了，准备了。来了。游戏 PK 大战，不要开玩笑啦。不用管大家的通告费哦，跟着节奏，赛马，啊，咚咚咚，根本不要看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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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，你没有在看，没有，没事，你的通告费很贵哦，你好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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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的，超难的。咚卷走对不对？对，他录这一集等于是等于零成本，零成本，零成本，对啊，零成本。好，来来，先把来啊！不要手乱动，没有，刚刚不算吧？刚在玩而已啦。好，玩啊！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拍照在哪里？酷巴一直在那边装可怜，说我根本不会打电话，对啊，对啊，原来他们已经穿得好，就是真心要搞走我们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一次如果还是酷巴赢的话，那就表示有问题。等他十大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别在偷笑。为什么都快啊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一样啊。你是身份证断了，真的怎样？因为一个人不会动。有啊，我在动啊。为什么要动？那我就一直晃就好了、啊。可以哦。可以。
对啊，我就一直弄啊，总是被我弄到。为什么是库房？是库房。对。这是魔头骗哪的呀？为什么？我下午落入诈骗的陷阱。来为什么都是库房在赢？我们请游戏评论家 Dancy 来 ，Dancy 来一下。刚刚你观战那么久，告诉我们为什么都库房在赢？对啊。你们控台跟他串通好。对啊。一定是操作给他赢。就比较弄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你那个根本就没有在动。那库巴一直赢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们通常是不靠实力的。是。对啊。是吗？愿赌服输了。好吧，来来来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一个游戏。上一关累计的分数，郭宇哥是12分，玉林哥因为抖内关系也得到了12分。十二分啊！是有十二分也太高了。我怎么没人抖内？墨金目前分数是8分。为什么都没人抖内我？你的游戏名字比较落后，那抖内分数累计也不够多。好，来玉涵，最后玉涵也是12分。哎呀！渐渐的，墨金会发现是我们三个老鸟联合起来要弄他的钱。一人分500也是钱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们勤俭持家的这一关游戏呢，既要合作，等一下，对，还要陷害，对。你还没上去哎、欸，所以你要不要先上去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谁教我跳跳？哎呀，啊，你帮我弄一下啦。来，我们你是选择这是什么？马儿马来学马叫，这是规定的啊。没，哎、欸，不是羊。学马叫来。我不要啦。规定的啦，开始叫，不要叫。来来来，我们先选择道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别人选的就不能。啊，我这个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会一直轮转的圈圈，会害人吗？好可怕！啊，我流脑是干嘛的？小小的害人。黄色部分会粘着。啊啊！哎，啊，我要害人，结果有人用那个木头把我盖住。就是我。你有病啊你！我要来了 ，get ready 了。哎，我都还不知道要。哎，没事。哎我。很烂啊你们！只要玩几关啊？要玩10关。或者是优先达到6分，来了来了，不行啊，不行！哎，谁按到关机啊？谁按的？谁？是我还是谁？是谁？谁按到关？哎，有人在扮歹叫哦，出来墨金，不是墨金，我还捡到钱呢。你该不会认为你要输了就扮歹叫？没有，我刚刚一开始捡到钱。你把球场的灯关掉，让大家都不要玩。然后继续，来了，来了，加油啦！来喽，来喽，开玩笑啦！拜托，懂内我。啊，我这个是干嘛用的？是害人的还是帮助人的？射纸飞机可以帮助人，帮助人，帮助人，我就放在最下面不给人家用。哎、欸，这关还蛮难的。耶、啊！谁要按睡？不要去送掉哦！不要！怎么会睡眠啊？你跟你爱困，然后你就按睡眠了。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在哪里？哇，已经挂了。出师不利，那我这个真的蛮难的，真的蛮难的，真的蛮难的。郭宇哥1分，哎，不要挡电视啊！哎，我死了，我踩到那个尖尖了。我好歹要得回1分吧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羊，小心快点，羊！羊，快点跳！跳！羊！跳上去！跳上去！跳！有了！你死了，我死了，有啊，还在动啊！死后得分，死后得分，终于没有，谁赢了？这是郭宇哥，又是库巴，库巴又是你啊！第二名嘞，第二名是鸡王，那第三名？第三名是玉涵吗？玉涵，郭宇哥是最后。我是最后，没办法，这不是我的专长，我紧张讲，我说到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我是顾着要害人。OK， 那我们要换下一个，下一个游戏了。好，刚刚第二局结束呢，累积的分数是郭宇哥26分，玉林哥22分，墨金20分，玉涵23分，所以现在中道分在我手上，所以中道分目前是在我手上的。哎，我要死出！我想改规则啦，因为全部都在你身上哦，这样人家会真的觉得你在骗我们钱。对啊，就是输的最输那个人哦，要给另外三个啦。玉林哥，你现在也是倒数第二哦。好啦，我们要跳舞啊！这不是真的要会跳，那节奏要对。Just Dance 吗？对 ，Just Dance， 那开始咯。1、2，明亮喽。
教我。群魔乱舞。我也可以跟抖内。为什么？抖内我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为什么没人要抖内我？哎，墨镜都会失手伤人，失手伤人，我也累了哈、哦。快打我！失手伤人，我干嘛啦？干嘛啦？你那边搞什么鬼啊？你想要破坏我的？你没输我给你啦！墨镜啊，墨镜都用打人。策略，你们都在等，不，大家都不要跳好了，我一个人来跳。哎、欸，你们换位，换位了，换位了，换位了啦！好，换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啊？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啊！大概在十秒。来 ，ending pose 哦。好累。放课是谁？怎么又是你？是爵士是谁？爵士是谁？墨姬。哦，真的假？什么？第三名是玉涵，第四名是……是我。这个是不公平的比赛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最后一名的那个通告费要怎样？没有，我已经跳到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放。对。输的最输那个人哦，要给另外三个了。最输那个人，要给另外三个了。啊！这个布景很脆弱，那怎么办？谢谢玉哥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越想越不对，我明明也不喜欢打游戏，也不喜欢跳舞，你们两个是把我当老蛙在做，骗老农民的钱。我们的名字有变动，要变动吗？刚刚的是这一关的那个排名，对啊。但是我们最后总名次对总名次累计，刚刚斗内加三关的排名，我有一个是38分，38，玉林哥是32分，32，墨镜是32分，32，玉林是33分。你们两个，我也是。这也还是一样啊，所以重新公布成绩意思还是一样啊。好啦，我好人做到底啦，你的部分也是我来出啦，这样子。真的哦，哇，谢谢。他老这啦，哎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是30万再多交500而已。那么廉价，还有500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还有500，他在你心中连500都不值了。心中，他刚说啊，他还有500。好，现在很多人都在鼓励从事那个电玩工作了哈，啊，电竞，对，哎，台湾在全球的电竞领域里面算是蛮厉害的那一种。嗯，对。为什么半半台？有些游戏的冠军还真的是台湾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多啊。好了，今天太开心了，也谢谢你啊，让陪我们一个下午。才知道这个游戏实况组的累了。对，真的，我们刚刚还只是不玩而已哦，他们还要讲。对，既要玩还要讲，谢谢墨镜今天带我们来这里。好了，玉林哥来代班，谢谢你们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